是锻炼的日子，和邻居约好早上去锻炼一下。哦，邻居家装修，快来看一下他家装修的样子，全都是主人一手做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，看，已经开始了，准备好了，主人自己做的地板啊，房梁都是他重新做过的，景色特别好。 OK， 这就是垃圾站，所有的垃圾都要，我们家就从都在这儿，别人的家都会买一个垃圾桶，然后那个什么，然后垃圾桶人家有车垃圾公司过来取，我们家因为人少，所以呢就没有必要那个弄个垃圾桶，就垃圾站每个礼拜来一次就好了。我们家垃圾也不多，然后这里非常全，也是免费的，你扔这些它都分类非常清楚，很好。家电呢，还有油啊，乱七八糟各种东西全都有分类的，然后也很干净，有专人在这打扫。哎，我今天就没有，因为着急就没有什么回收的东西，然后回收你看纸皮啊之类的就在这儿了，然后其他的这铁的东西家里，然后这个位置就是他们扔家庭垃圾的，没多少，今天就一袋，可是不扔那臭臭的，赶快去扔掉。I'm okay, thank you. 第二个。好，赶快走，别耽误别人来。扔完了，赶快去锻炼了。参加锻炼的一个教会，他们是教会组织的，他们很有想法，然后可以带一些人呢，也免费，也不要钱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锻炼，然后他还有一个小面包店，然后你还可以结束完之后还可以吃个饭。但这种锻炼呢，它是给你学学经文呐，然后锻炼一部分啊，就这样，做得非常好。然后它这个地点特别好，然后建筑也非常舒适。你看，朋友刚进去了，今天要去垃圾，所以没跟他们。通常会坐一个车去。OK， 先到。Does it make you feel special? Nothing will.I cannot believe that Christ chose me to live. Hey, 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平时要来的，买点什么东西啊，就跑到这里来。赶紧去超市买一点食物。到家，好饿，吃点早餐。那个核桃，加点果肉，来一点玉米，酸奶，再加点这个豆浆。他说是，哎呀。它也加了东西在里面，甜甜的，但是好过牛奶。香蕉，哇，一碗下去能顶大半天。遥控器，由于不想死。